我刚才说了，这个激光的项目很多，咱们一般情况下从这个你比如点阵激光，它现在像从这个发改委那个标准上讲吧，就是一个光斑大概是1×1厘米吧，大点阵激光就是160块钱啊。你像调扣吧，它就是大概那个光斑就是3到5个毫米哈，有时候6-7-8个毫米，就是它不让走，就是那个它打色素的这种，它就是一个光斑1块钱啊，1到2块钱吧。这个东西各个，因为尤其这个广电美容对这个现在国家就是它都放开了啊，就是各个单位的也不一样，但是像我们医院吧，它就是按照国家原来的标准，就是这样，国家按照国家的标准定。你像我们按这个标准都基本达不到，它基本就是比这个标准低啊，因为这个按照国家原来的标准收费也不低，现在新的标准都放开了，所以说尤其是广。